个选区啊被称之为双帅对决嘛，好，在对决，那大家都觉得哇吴怡农很强，因为那个时候又也有光环这样子，那他也没有什么包袱啊等等，所以本来大家都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强很强的候选人。但是到现在你怎么看吴怡农这个人啊，你感觉这样子。我这次选举就是我也觉得很意外啦，为什么他会出这么多包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，真的。我觉得吴怡农今天就是针对国民党说他农包然后就生气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气不住呢。他好像生气，然后我想说你是什么，就是民进党巨婴吗？就政治攻防里面，其实农包也不算是蛮难听的字眼。如果他真的觉得是人身攻击的话，他可以对国民党提告啊，我们就坐等法院认证，看看农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身攻击的形容词。但我是觉得说，在政治攻防里面，本来就有很多的形容词，没有道理。你以前讲别人草包讲这么高兴，今天别人讲你农包就不行吧？连这种形容都要绿能你不能，我觉得非常夸张。所以我会觉得这么没有抗压性的一个人，连做就是任何政治的职务，我觉得大概都已经不适合、不适任了。我觉得你，而且就像梁文杰讲的嘛，就是我觉得连民进党内部对他都有杂音，是认为说他是一个躺平跟佛系选举的人。那这跟我觉得对民进党的选民来说的期待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吴怡农他现在他如果真的想要打这场选战的话，他应该要先搞定自己党内的人。你看今天是他说我们全党打一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我们全党很团结啊。那民进党不愿意跟你团结在一起，肯定是你有问题嘛？为什么我们所有人愿意跟洪伟姐团结在一起，但民进党不愿意跟你团结在一起呢？然后你今天竟然还拿这个东西想要当成是说，就是在哭哭装可怜的一个说法，我觉得是蛮，我觉得蛮搞笑的哎、欸，就觉得说，虽然性别平权，但是我觉得选战还是要不管男女都拿出一点男子气概，好，也不是男子气概，男子气概也可以拿出一点气概，不然的话就不要选，就回家继续看你本来做什么做什么。所以我觉得你以后要替人民争取，那你要去监督现在的政府，那一定会有很多的攻击，可能是来自于利益团体，可能是来自于对方的阵营，可能是来自于党内的压力。你连这么一点点农包两个字的抗压性你都没有，那人民怎么相信你未来会替他争取什么东西呢？洪慧姐，你从政这么久啊，你觉得你怎么看抗压性这件事情？尤其是对你自己，你也常常被各种侧翼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谈什么被攻击啊、抹黑啊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比他少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确实啦，我觉得第一个他的情绪管理我觉得要加强，还有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哦，就是说今天反正就是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，那你本来提出来的很多的公共政策啊，或者你很多的言行本来就会受到检验。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在网络上也会封一些很难听啊的这些，有的甚至很恶意的攻击。那但是我觉得他讨拍的方式还有讨拍的那个重点真的非常奇怪，真的完全画错重点。那不是，其实讲说你觉得农包不好听，但是比如说当时蒋万安在跟蒋万安在选的时候，你应该记得吴思瑶，吴思瑶不是在讲也直接讲说蒋万安是草包啊，还讲他智能包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那个时候蒋万安有去讨拍吗哈，然后说民进党高层，民进党主席请给我站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本身我觉得第一个啊，就是说他对于整个的选举当政治人物，他可能都一直在享受那个光环啊，跟大家看到他尖叫，跟他去拍照。可是政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。然后我觉得最无法理解的是，就是他提出来的所有的公共政策，那当我去质疑他，他就说我是抹黑他，说我攻击，他就笑死人了。比如说他讲那个松山机场迁建，那现在来讲的话，就包含民进党的立委，包含交通部长，我都看到交通部长都说哎呀要深思熟虑啊，他提出几点几点几点。好，那所以的所有的公共政策他没有绝对的，不是完全的零，也不是完全的一，他有很多他要讨论的面向。哎，我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抹黑我攻击，这个我非常诧异，就是你不会就是你不会讲回来吗？就是我今天提出来的，我就是你的军用机场部分，你完全都没有写啊，
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你不会好好的回来讲啊，军用机场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，他没有，哎，就是什么所有攻击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政治人物就是他太沉溺在他原来的光环下面了，好，所以你之前不是有约他辩论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其实跟他没有辩论过，我真的很想找他辩论啊，但是呢，团队里面很多人说，哎，那个你现在是领先啊。啊，领先的人不用去找对手辩论。我说啊，这样，我说我真的好想跟他辩论的。我说我真的很想跟他好好就是直接的哈，那个就是也可以接受其他人的提问。可是团队里面真的说，他说，哎，辩论好像都是落后的人才提出要辩论。我说哦，这样哦，那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跟他辩论。对啊，我记得你很早就说要跟他辩论的。对啊，那哎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很好笑，因为。照理来说，那他现在是属于好，我们就假设说民调是准的嘛，他是落后的嘛，那他不是更应该要主动的跟你说他想要跟你辩论吗？怎么都没有听到声音，没有，看起来他一直说别人抹黑他，是他的政策又没有问题，然后一直问说你们对我提出的五点哪里有问题，可是大家都有说问题在哪，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跳针嘛，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找你辩论就好呢？松山机场迁移的问题就很适合辩论啊。对啊，其实真的是他是一个很适合大家来辩论的题目啦，齁。那所以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我团队就跟我讲说，你领先你不要去讲什么辩论，那是落后人讲的齁。其实我觉得如果吴益农真的很想就松山机场迁建来辩论的话，我非常欢迎，所以我真的非常欢迎。不过有很多人直接讲说他不敢辩了。我也觉得对啊，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落后，他应该主动就是想起来说，哎，之前不是有讲说要辩论吗？那赶快来辩论嘛。结果现在怎么又没有要辩论了？这个我觉得从头到尾他感觉都在逃避这件事情。难道他觉得？我不知道啦，我看网友都说觉得他长得不帅，但他我感觉他自己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自信。但是，难道凭外表就可以选上立委吗？我觉得选民没有这么。就是思考没有这么单一，我觉得选民还是需要看到人，找到人，然后有长期的在地方服务，或者是说问政的表现，或者是立下的战功受到肯定。那我觉得这几点吴益农都没有啊。我们两个跟他算是有一部分同选区的，他当年跟蒋湾选完之后人就消失了，不止你没看过他，我也没看过他，对啊，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他，对不对？这几年他不是早就想要选蒋湾这一席，那为什么不认真去跑呢？他如果可以，他早就这几年他就认真去经营嘛。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过他人，然后选举的时候才突然又跑出来说，哦，我也要服务这边，然后还想要讲别人，就是我觉得很荒唐。对，所以啊，我当时哈，因为我们都是松山区，所以我们北松山我们都会经营嘛，所以一开始我就讲说。在北松山我真的这两年都没有看到他，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他出现，后来因为他大迟到，那也是在那个时候让记者对他留下非常非常坏的印象，然后就是到民权国小的那个他的就是体表会嘛，我当时我就讲说，哎，我曾经在2019年在三年前因为当时他要跟蒋万安选，那时候我在他签名簿上看到他，所以我知道他有来。之后我再没有看到他，就他不是跟媒体还讲说有啊，我都在啊，我年年都在啊。那我也很纳闷啊，什么叫年年都在？然后他们说，他说王慧说都没有看到你，这两年都没有看到你。结果他竟然讲说，哦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你不觉得吗？也很信口开河，在民权国小，你就是我告诉你啦，至少我这十几年来，我几乎啊。没有意外，我几乎都会去嘛，在他每一次的校庆，我就看过两次，就是都是选举年，都是选举年啊，这是一个，所以我当时以为是只有在北松山才这样，后来到了中山，到了中山区，因为我现在就开始很密集的去拜访里长啊，那已经也有很多里长跟我讲说，其实他选完之后，其实就没有再看过他来过地方，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地方活动，因为他讲说，哎，我们都有在社区经营，那你他可能有到其他中南部嘛，他说什么纳马夏等等之类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现在知道北松山中山区他也没有做地方的经营啊，那所以就说
我所以我那时候就封给他一个，我说就是那个平常看不到啊，选举才报道，就选举才看到他的人啊，真的他是这样的状况。所以我觉得某一个程度，如果他真的有去做地方的经营的时候，也许现在也不是这样子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，味道马上升级。它蛋白质是鸡肉啊，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，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、燕窝之上。赶快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。